话筒都被修出水蛇腰。德云社相声演员岳云鹏重新定义生图，前几天刚发了一张年少时自称颜值巅峰的时候的照片，引发网友调侃的岳云鹏近日又发布了一组近期在北美巡演的照片，并宣称这些都是他的生图。要说到德云社相声火档岳云鹏和孙越，恐怕不认识他俩的网友已经不多了。岳云鹏在表演时辅以渐萌的表演风格，连师傅郭德纲都忍不住常在台上吐槽岳云鹏的表演风格就是便宜。在今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岳云鹏和孙越给大家带来了相声妙言趣语。2009年，已故相声名家李文化先生的外孙孙越带着他的一心射中兄弟加盟德云社，从此岳云鹏和孙越组成固定搭档，至今已整整10个年头。据悉，近期岳云鹏带领德云社相声演员李云天、石爱东、张帆、刘全淼、张九南、高九成等人在北美举行响乐10年世界巡演系列专场。